各位居士大德，各位菩萨，弥勒尊佛，顶一回普贤十大行愿，大家到第三行愿，广修供养。广修供养，甲咱介绍到一个咱供养的对象。供养的对象在佛教内底包含真观。含经内底讲有四种的众生，咱爱甲供养。第一种就是这个叫做转轮圣王。转轮圣王是行十善法，啊，佮用十善法咧甲众生教育，所以咱应该爱为伊其他供养。第二种的众生，就是这阿罗汉，阿罗汉那么应该要供养，啊，其实阿罗汉已经是圣人啊啦，啊，彼时候嘛是圣人啊。哦，阿个分呢？啊，咱应该原来爱甲其他供养。那么这在咱一般来讲讲正福殿内底呢，三种福殿，这是属于这个啊，这净殿。啊，第二种呢，咱应该供养的所在就是阴殿。阴殿是咧指咱的地母，啊，这对地母对咱的阴太大，咱应该爱甲供养。第三就是这个悲殿，啊，悲殿就是讲这个苦的众生，咱应该爱甲供养，爱来甲救济，来帮忙，因为这众生，这受苦众生，这苦恼众生，那过去拢曾经是咱的亲，也嘛是咱的姻亲人，所以咱应该爱，对因需要甲照顾、需要甲帮忙的所在。咱应该爱安尼做，吼，这是咱应该供养的所在。那么今麦要讲如何来供养，要安那做供养这件工课。供养咱会呢分财供养，啊，甲这个物的供养，财物的供养，吼，啊，甲这个啊这法供养，这是指真理的供养。那么供养的时阵，咱应该爱用这个恭敬心啦，啊，加这个啊真实的心。啊，比如讲，你对三宝的供养呢，一定爱发自内心，啊，真心去甲供养，唔是有所求的心态去甲供养，而且爱用恭敬的心，啊，爱用真心啊个恭敬的心，绝对袂使用轻慢的心。就是你对一般的众生，你要来救济，要来助济呢，嘛袂使用这种轻慢心来对待因。咱咧讲供养，第一是供养这个财物，供养财物，咱要用什么款的财物来供养呢？啊，当然是钱财也可以供养。啊，比如讲对法师啦，啊，对大德啦。啊，对圣人的，咱会用用金财、金银啊财宝来供养，嘛会使用这个啊，这香啦、花啦、灯啦、果啦、幡盖七宝饭食来供养。当然，这个香是咧指对三宝的供养。啊，如果呢是讲用香来供养的时阵，伫你的小佛堂。啊，是讲来到佛寺，你要供香的时阵呢，啊香点开的时阵，你用安尼念，念万寿香魂普遍十方，供养三宝，护法量天，普分众生，同入佛地。啊，那么你念这个偈了后呢，啊，这个啊香就给三张香就给插落去，哈、啊，第一条香是供养佛。第二条香插落是供养法，第三条香用落是啊念供养经，就是讲早暗点三张香来供养三宝哈、哦。那么这个供养三宝的时阵，你加念这个偈言了后，三张香插落去，然后啊来做可礼佛。啊，用火供养的时阵呢，你嘛会使念念讲啊，
弟子以这个香火来供养十方三宝，啊，来会使来发愿，愿此功德会当生生世世具佛闻法，证悟性法印。也是讲你用灯供养的时阵呢，你会用个甲佛祖讲讲，弟子以这个灯明，啊，灯的这个光明来供养三宝，啊，愿弟子以这个功德。啊，会当得到光明的这个净土，光明的世界，未来当往生光明的世界。啊，以这个顶的光明，会当还全家啊，带来光明和大小心地带来光明。啊，这个果来供养的时阵呢，吼，咱爱记真嘞，这个果爱洗好清气。啊，而且这个水果吼，你买回来的时阵呢，唔通讲啊。买一挂回来的时候，先摕一挂给囡仔大细食，啊，剩下来供佛，袂使安尼做。吼，买好做的呢，你得爱供了后，较会使，吼，较会使食，袂使先食做前。啊，而且你买的这个粿的，唔通伊迄个肉、迄个熟啊，吼，唔通买迄个熟啊，爱有恭敬心，买上佳好的物件来供佛，唔通讲啊，这个物件我爱食，啊，我就买来供佛。唔通挑选家己爱食的，吼、哦！啊，你爱食甘麦粒啦，啊是爱食了白啦，安尼啊，佛祖唔着拢对你，大家拢食了白啦，甲食甘麦粒安尼，哦，安尼做也唔对。咱来就讲，这个物件上介贵重，啊，咱用虔诚的心，用恭敬的心，安尼买上好哦物件，好佛祖食安尼。啊，而且，哎，你供养佛的物件，哎，正当得来，唔通讲啊，隔壁那不拉远，啊，就那不拉少个，啊，我就来头版两粒啊，两粒要等来供奉，这无正当得来，会做，袂爱接受，吼，啊，嘛唔通讲无钱，啊，就去共借钱来买，啊，无必要安尼做。你有偌济，你做偌济，啊，上重要的，就是你迄份心较要紧。啊，你若是真实的心、真虔诚的心，要供奉的，啊，佛祖无嫌你歹，也无嫌你少，哈、啊，一点点啊就够，哈，啊，所以爱用正当的手段得来，啊，而且你供奉的物件呢，你爱有用途，啊，你若讲供奉供迄个无用，用袂到的，安尼，哦、啊，安尼你遐物件你都无必要讲，啊，买两支啊烟笔来供奉，哎，啊，佛祖呀，烟笔要创啥？啊！你若讲迄两件用笔强用法师就有影，哈、啊，法师用有着，哈、啊。啊，你若讲迄个无路用的物件买来强粉，哈、啊。啊，话讲有啦，较早讲后人去强火炭啦，哈、啊。啊，强火炭你若强出家人就有路用，啊，你若起佛桌，哎，佛桌顶安尼，就迄个变无路用啦。佛桌起火炭要创啥？啊，提铁钉啊要创啥？哈、啊，安尼，所以咧爱强伊有用着的安尼。啊、哦，有用多，啊，共用人物件嘛好，卖讲佛祖，你共用别人，伊无路用，你摕一大堆，啊，就增加伊的负担，啊，就变大，因家就变粪扫场，哦，所以曾经有人啊去捡一寡迄个较，伊去粪扫场捡一寡物件，啊，讲哎物件都不坏，啊，即卖就该捡起来转来，啊，就报死哦，佛死，啊，你要看迄件佛事有用到无？啊，若无用到的话。伊众生重用的，伊也唔敢甲你牵啊搭，啊得甲你收起来，啊收起来了，就搁起一间啊仓库间啊，来来收遐物件，哈、啊。所以第一一定爱伊有用着，第二就是爱有利益。啊，你唔来讲，啊要重用槟榔呐，啊，迄、那个槟榔遐，啊，道场无咧用遐，啊，三宝嘛无咧食槟榔啊，啊，你唔讲唔来讲，啊，你想爱食槟榔啊，还是爱食酒，啊，你就用遐来重。所以有的人爱食猪头啦，要猪头来拜观世菩萨啦，这唔对啦。观世菩萨要食猪头，观世菩萨是素食的。即卖世俗真济人讲拜观音妈啦，啊，着用米酒头啊啦，啊用猪头啦，啊去煮红虾啊啦、红蟹啦。吼、哦，你爱供养菩萨有咧用的，吼、哦，啊遐爱对伊有利益的，安尼才会使供养。吼、哦，啊你若是讲供养这个饭菜的时阵，有两七十五。咱看一个辣菜，啊，一汤辣菜一饭，安尼来个供养的时阵，你着当做中啊，上面边安尼一边放两碗菜，啊，恁爱记着，这个碗爱用新的，或做专用的着对，唔通甲恁安尼公家用哈。啊，即嘛拜拜的时阵吼，饭、哦、菜拢传落去，啊，三盏香点落去，啊，你甲佛祖讲，弟子用这个。啊，饭菜
啊，用这个音信来供养十方三宝，安尼，啊你安尼教，啊念供养佛、供养法、供养经、供养一切众生，念一句拜一下，啊念三遍拜一，拜三拜安尼。啊，然后你较看你要拜佛，啊要做课安尼，啊了后较放菜收起来。这是利用十一点的时间，中午十一点的时间，爱记初一十五就好啊。吼，啊你若是讲普通时啊食饭的时阵吼，迄、那个饭内底无浸饭啦，无浸菜啦，啊而且无含云两个，这种纯素的呢，你就会使用这样物件来供养三宝。那么你食饭的时阵呢，你先合掌念供养佛、供养法、供养经、供养一切众生。好，安尼你做供养了后，阿卡开始食哈，阿要食的时阵，安尼发愿第一嘴，哦，你几粒阿去食，念愿断一切恶；第二念愿修一切善；第三念摄度一切众生。这种的发愿，就是爱提醒家己思想，爱知影断恶修善，阿来度众生。哦，这是这种的善愿。啊，相信你若有这种的福愿呢，啊，有这种的愿心，相信三宝会来帮忙你，让你达成你的愿望，让你真正会当断恶，啊，搁修善，搁度众生。哦，啊，所以咱若是讲在日常生活当中，每一日若有通个吃，有通个啉，拢会记这三宝。啊，将来若是讲有当着饥荒的时阵，啊，战乱的时阵。哦，啊，别人无通吃呢，因为你曾经有好物件，好辅助，哦，三宝用过呢，那么三宝原来会记得你这份情，自然呢，你和三宝有通吃，啊，到会饥荒战乱，大家无通吃的时阵呢，自然你就有通吃，三宝会甲你记的哈，啊，所以咱爱会晓做，用这是财物的供养。包括香火灯火幡盖啊，七宝饭食啊，水种种的物件供养啊，或者是讲以金钱来供养。这个道场需要金钱啊，这出家众需要费用啊，你做会到啊？你就随啊量力去到做这款的工课，还是讲人咧去道场啊，需要你金钱的这个布施啊，你就去甲做，因为这去道场这是三宝的道场。啊，去了来会当来做弘法利生的这个道场咧。那么你做会到的范围，尽量你来去做，因为这在三宝里底，正福是一文下出万文收，将来回报给你的是几万倍的这个收诶收获里底。好，所以这是财物的供养。那么财物的供养相对三宝。啊，个即个父母呢，啊，即句因缘呢，咱嘛是爱安尼，啊安尼做。啊，当然，你若讲安尼供养父母，你用香供养，安尼就无意思啊，吼。啊，你香供养，啊，你点六分，吼、啊，六分就走无路，是毋是？吼、啊，所以对父母供养的即个物件，你若讲啊点点个供养，啊，就够唔对伊啊，吼。啊，你会用个代替父母来点点供养十方三宝。这嘛是会使间接，就是帮助父母来做供养的工课，和父母来得到福啊。啊，等于讲你甲父母替父母来做福，会使。啊啊，对父母啊，爱好了照好，若讲照去共他照顾，吼、啊，袂使放弃，袂使放下父母。啊，人因父母对咱的因，咱爱共记咧。啊，顶下我有甲咱讲过啊。上介好呢，你爱度你父母，至介少你嘛爱度伊皈依三宝。啊，假使即对父母着真顽固啦，吼、哦，或者是讲对即、這个佛教着无啥印象，或者讲真正反对啦，啊，因缘着袂当执着。啊，在生的时阵，你袂当度伊皈依，到到临命终的时阵，你嘛爱甲参详，讲啊，我一直度你袂惊，爱好好做做弟子。啊，无即马，伊就安尼，你要往生啊！啊，咱来皈依三宝，好佛祖做弟子，啊，请佛祖帮助你去光明的世界，安尼你较可靠。在即个最命临命终的时阵呢，只要伊若同意，一定得个头，
你就会当去出家的人的所在，你找一个出家人代替父母忏悔，代替父母皈依，来在伊往生的时阵，四十九日来赶紧为父母修福，替伊做百官斋戒，替伊点灯供佛，安尼，这嘛是对父母尽一份的孝心。这嘛是一，会使讲你就是咧做供养父母的这个工作，啊，个这个贫穷的众生，这善解众生，今仔日因为来诞生在人道，生活哩真艰苦、真困难，这是伊的业报来的。但是虽然你会感觉讲众生迄是因道的，但是跟我无关系。啊，不过你来想一个倒转来，这众生会当跟你完全无关系。那无量劫来，无量生死，咱有无量的父母，这些众生拢曾经做过咱的父母。所以对着贫穷众生呢，你爱当作是咱的父母，安尼来看待，袂使来甲轻视，袂使来看无起，来甲糟蹋。反倒转来，你爱想讲，哎呀，这对那是我的老母，唔知要安怎这么可怜安尼。你爱有迄个悲悯心来甲帮助，帮助伊来离苦得乐，生活的所需要，你爱来甲予伊，伊那是欠佛法需要佛法，还是讲精神上需要安慰，你得爱安尼来甲做，来安慰，来度伊来皈依三宝安尼。一般人对这个佛菩萨的供养，会用恭敬的心啦。当然少数的人是袂安尼啦，袂恭敬啦，伊要做供养，伊要做供养工作。伊是为目的来的，伊对佛祖求，但是对佛祖也毋知伊功德，所以敬心是生袂出来。但是多数人对佛甲菩萨拢有恭敬心啦，多数拢有恭敬心。但是这个人伊对三宝有一种的态度，但是对贫穷众生呢，就搁另外一种的态度，心有一个分别心真真重。所以对贫穷众生，伊若要救济伊啦，要赞助伊啦，伊无恭恭敬心哦，拢是伊个掩掩心啦、轻慢心啦。有时客人啊，常常来咧甲你分，也是讲人有困难，常常来咧甲你乞求，请你帮助伊呢。你一边帮助伊，两边帮助伊，凡事第三遍，你着去讨厌心。进前我着讲讲，迄个法语婆罗门见到世尊第一界着甲。就甲供养，第二界就心内就无啥欢喜，第三界就闹起来啊，所以一般众生拢是安尼，因为较到修业财物啦，所以若是讲我来有人要来甲乞求啦，要来甲讨啦，要来求援助呢，多数伊差不多一遍做会到，两遍三遍，你若定定要来求援助呢，第三遍伊就。心力就无少想起来啊，所以亲像有位佛师嘛是做了安尼，你甲众生化缘啊，众生第一遍伊会刻出来，第二遍伊就提袂出来，有时会去甲你讲，讲一只牛要共剥双领皮，会讲迄个无好听话出来，所以一般人呢对三宝会恭敬，但是那里对可怜的贫穷的乞丐呢？要叫伊生出迄个慈悲心对待伊，也是恭敬心对待伊，好亲像真困难啊，做袂到。但是菩萨都毋是即款的态度，菩萨咧布施予众生咧供养众生，伊就袂安尼。因为菩萨对伊来讨食的即个乞丐来分的乞丐呢，伊会生欢喜心。为虾米伊会生欢喜心呢？因为菩萨也认为讲，这个乞丐是要来成就伊布施的功德。今仔日就是这个乞丐来，安尼我才有法通布施，我才有法通援助伊，才会当得到这份的功德。所以菩萨伊在布施的时阵，在布施财物的时阵呢，伊袂感觉唔甘啦，伊袂迄种感觉舍不得安尼，因为认为讲财物本来就是众生的，属于众生。我今仔日。物件伫我的手，这是我代替一切众生保管。实在菩萨以这种的心理想法真正常，是真正确啦。因为世间财本来就是公家，有福报的人是用较济，
本来这个世间的财物也是属于这个世间。今仔日你若有迄个福分啊，这财物到你的手，到你的厝，安尼这是要互你用的。啊，你财物，你的这个风也无呢，吼、哦，这个财物就搁归别人个啊。哦，所以菩萨就了解这点呢。本来这世间的财物就是属于世间的，今仔日到我的手头呢，这是那。菩萨不认为说这是我的福报哦，菩萨真客气啊。伊认为说这是众生的，啊，我代替众生保管。今仔日这个众生某家来要甲我讨两千，好，我两千给伊。我有众生来讲，安尼好啊，我这条钱行你，我唔免替你保管，互你家己去保管安尼。今仔某伊过来要爱来五千，吼，安尼菩萨那嘛是做得到。好伊安尼好啊，我阁先要甲你保管这五千块。所以菩萨就是用这种的心态来看待众生。所以众生来呢，伊随伊能力呢，做会到偌济，伊就布施偌济，吼、哦，尽量要利众生，啊，尽量要让众生欢喜。好、哦，菩萨就是这种的做法。所以菩萨会在伊家物，而且供养众生呢，就跟咱凡夫无相像。咱凡夫就是差不多。有目的的啦，哦，咱来供养三宝，哦，功德较大，啊，分落去吃，功德较少，安尼我无咧戆哦，我当然是要供养三宝，我开要分落你这个去吃，你咧食素啦，功德要创啥？哦，众生在这个分别心，啊，佫会斤斤计较，佫等迄个所在安尼称重量啦，就等安尼所在算，算讲功德较济啊，较少安尼，啊，应该做无应该做。所以这是众生的心理吼，其实呢真无单纯啊。哦，所以咱若是要做重用的时呢，唔通用这款的心态去做，要有真心。啊、哦，我听讲讲要真心对待众生，无论众生对咱是安好啊歹，迄是伊的代志。咱爱问家己，咱对众生好啊是歹？做一个菩萨，你若发现要做菩萨，就要有这种的心态。你爱问家己，我为众生付出偌济，唔是众生付我偌济，吼、哦，唔是爱安尼做，哦，所以爱安尼，迄种慈悲心较培养会出来，安尼到时众生若对你歹的时阵，你嘛认为讲啊，迄是伊的代志啊，啊怪我就是我家己无福报，吼、哦，所以众生若咧对你无好的时阵咧，你也咧怨叹，咧讲啊，无采讲我咧对你好，啊你今仔竟然咧对我安尼，你就袂安尼想。哦，所以安尼，你这条菩萨道较惊落去，啊，你要叫你慈悲众生较慈悲会落去。哦，所以菩萨爱，伊本身就是了解伊的立场，啊，伊的任务，伊是要创啥货，啊，伊无要含众生计较。啊，伊的心愿就是当初的心愿就是要慈悲众生啊。啊，所以菩萨咧做供养，啊，你看一直安尼生生世世，一直咧供养三宝，供养众生呢。啊，你看。啊，无怨无悔的一直做落，那么这点也是咱今仔日啊要做的点，哈、啊，因为普贤菩萨讲广修供养，所以安尼供养太宽，咱若是到算到计较，咱供养袂宽，咱咧供养的对象差不多伫迄个小范围尔，诶，无量众生会当互咱对于心上的净福，哦、啊，所以这点咱提醒大家，也是咱应该做的点，咱休困一下，他再来继续。所以给咱介绍的是这个法供养，这个法的供养范围嘛是真宽。第一就是你来布施佛法，用佛法甲众生介绍。其实这要做真简单，啊，只要你对这个佛法有研究，啊，你肯发心，将正确的佛陀的这个教法来甲众生介绍，这就是法供养。但是咱唔通认为讲，啊，这应该是无啥物问题啊。只要咱捌，咱就做会到。啊，唔通以为讲布施法也是真简单。其实若要做是真简单，啊，若要唔做就是无简单。因为众生的心理有一种物件，就是无正常的因素，就是根的政治伫咧。有的人会唔甘，吼、哦，有物件伊会唔甘下。写袂得出来，这是健贪的这个健政治伫个所在咧作怪，啊，所以
那是家己有诶物件，无论是财也好，啊无论是法也好，伊拢唔感谢出去，嘛敢若唔甘好人安尼，啊所以即款诶法呢，要写出去呢，原来着爱有心量诶人甲写诶出去。如果你若是一个真当生诶人，啊，你捌佛法啦，你捌诶了，你会欢喜。但是要叫你讲互听咧，你会唔甘，吼、啊？为虾米讲会安尼呢？即我会当甲人引咧，就你办道客是一个真好诶咧。伊过去是一个三藏法师哦，但是伊对法伊捌真济，但是伊写未出来，伊唔甘写迄个法。哦，这主要可能是这个法师，一对心的根的正是真严重，强固难，所以伊捌一寡法了后，伊将这个佛法来个暗掉咧。所以到尾啊，他得到这个牛齿宝，哦，这是伫这个说，根本说一切有波的毗那耶第32卷内底有讲出来。伊讲就离盘陀客呢，伊本来吼，这是伊的过去式，伊是伫迦叶佛迄个时代啊，出现伫世间，伫迦叶佛出现伫世间迄个时代的人啦、啊，迄个时阵伊的名呢，叫做牛罗，牛齿的牛，道路的路，迄个时阵伊是一个大法师，只要讲起伊是一个大法师呢，啊，佫捌三藏教。经律论伊拢总捌，所以应该是一个智慧真好的人啦。按佮伊的个性真坚哈，对这个法呢，伊拢做唔敢讲教。人后来个请教呢，伊拢做唔肯甲人讲，法暗掉咧。所以到尾这个人诶，生命结束的时阵，伊生去天上，因为有咧修行啦。有在修行，所以有在听经文法啦，所以福那真大。先去天上，去大天中，到个天上生命结束的时阵，来人间呐，来出世伫一个太低的家庭内底。这个伊大汉的时阵，伊原来在做这个杀业，太低啦哈，太低的过日子啦。结果迄有一届伊隔壁庄呢，可能有咧做节啦，做节时阵呢，伊就是讲我要用猪肉来隔壁庄买遐做生意。但是买去做生意呢，因为遐有隔一条河啦，就是讲我若用猪肉来迄边买呢，离遮远，若万不一卖无出去，我毋通了去，安尼就算是伤济啊。若是讲。我用这个猪只来渡过河，来去平台，台卖偌济，台偌济，安尼较袂拍算伤济安尼。所以伊就安尼计算，计算了后，伊就甲伊个猪啊，吼，伊就毋知影讲这个做济，伊生意会当做偌济啊，就甲只寡一寡猪啊，大家你也甲了白脚白手啦，就甲增存啦，增存咧配迄、那个咧过迄个河，通去过迄边庄，通去落做落卖。就抬落去，想要到只猪啊吼，伫船顶吼，就冤家啦，你客我，我客你，大家拢弄来弄去吼，当结果规家船拢冰船，只猪啊拢总吼爆破死安尼。爆破死，伊即卖伊家己本身啊，船啊冰船啊，伊嘛是跋落迄个河底安尼，到尾顺河迄个河水甲流去，流到一个所在，拄啊好好一个修行人吼，看到。因为在河迄面呢，有500个辟支佛伫迄个所在，住伫迄边个树林内底。迄个时阵呢，就有一个辟支佛，伊就看到看到河内底有一个人顺这条河流落去。伊即马就想讲，我到底这个人唔知是死还是活啦？伊就注意来看，安尼了发现讲这人还袂死，还佫活着。所以伊就献神通伊就伸手用神通就用手伸了足长个安尼，去把迄个人救倒转来，将救倒转来了，将甲牵伫迄个土个顶面吼，伫了后呢，又离开啊，迄个人吼救起来，放伫土顶悬个时阵呢，伊安尼吐土啦，水吐土了后呢，伊就死，安尼就醒起来，
吼，啊，醒来了后，伊就发现讲，啊，没什么人求啊，四界安尼向上看看咧，伊才发现讲，哦，可能是遮个修行人来甲求的，伊就去到迄、那个道教迄个所在呢，吼、啊，迄、那个地主府的所在，来甲因遐人顶礼啦，吼、啊，啊，就要求要甲因带斗阵。啊，伫迄个所在呢，吼、啊，就逐日就挽花啦、挽果啦、啊挽树叶啦，啊来咧奉台遮出家人啊，啊遮修行人。啊，伫迄个所在啊，因遮修行人若是食剩的物件，拢会互伊食呢。伫迄个所在呢，啊，伊即摆就看出家人食饱啦，营营拢无咧创啥货，拢当伫迄个所在脚盘起来，暗在咧创啥货安尼。啊，伊就无了解，啊，伊就即摆饿伊啊，饿因当伫遐所在当靠那个盘起来，伫遐种着。啊，人是会晓做，啊，是袂晓做。啊！啊！伊在了解时阵，伊什么控制的念头，吼、哦，拢总无念头安尼。啊，结果修无相定，吼、哦，提来意识拢无起这个想念安尼，啊，得无相定。生命结束的时阵，有够完了安尼，去生去无相天，去过五百大劫安尼。伫迄天上，搁来诞生人间的时阵呢，哇！伊就是来出世这个，哎，就离盘脱壳啦，哈、哦，安尼。啊，因为过去佛陀讲，伊过去这个做三种法师的人，伊若是卖当生佛法啦，伊甲众生介绍，伊今仔日嘛未去来得到这个果报，哦，得到这个如此的报，因为就你凡夫客有够戆啊，所以伊要让众生戆，伊得到果报，伊家己戆，因为众生要爱开智慧，向我求佛法啦，伊唔肯啊，伊唔肯让众生开智慧，所以伊家己智慧又那开未出来。哦，所以伫这个所在，啊、哦，直直讲讲就你办得起的这段事，互咱了解，啊、哦，了解安怎，了解讲啊，这个布施法呢，啊，实际上讲起来，如果你那是真正一个当真当生的人呢，啊，卖讲你的钱财布施袂出来，就是你捌的佛法，你原来唔敢甲人讲，你原来暗掉的，就是世间众生有这种的心理，所以世间有真侪。避远啊！哦，避远就是讲伊捌的药方呢，啊，若是伊避掉的，伊唔肯讲公开。虽然这个药方会当救足多人，但是伊就是无爱公开，因为伊避掉了，伊会当得到利益啊！哈、哦，平常讲因的这个家团的这个避远安尼，啊，就是因厝内底人会当知影。哦，所以真侪众生就是种，诶，这种的这自私的心、当生的心，哈、哦，所以必须伊要发报。啊，像就你办得去，伊当时，伊若经常佛法来甲众生介绍，我相信，伊不但当世凡世，伊就会当啊开悟见性啊，那慢慢过来安尼生死轮回，吼、哦，佮冤枉受很侪苦。啊，这是一个法的这个供养，在法的供养，那么佛陀是较注重法的供养啊，法的供养唔是讲干那甲众生宣传佛法。啊，咱也看出佛甲菩萨，伊即马来人间呢，帮助众生，最主要毋是用财物咧甲众生供养，咱众生是针对三宝对佛菩萨咧供养，啊，佛菩萨是针对众生咧做供养，但是因咧供养是毋是用财物，当然也是有困难啦，吼、哦，伊嘛是会用生命再来甲布施予众生啊，吼、哦，真像过去即个布袋师。咱就知影，啊，布袋师伊是一个顶格菩萨来实现的。你看，伊卖宝卖镜，卖参香处体，啊，啊，一直咧做供养众生的工作，一直咧救济众生。迄就是用财物，啊，甚至用伊的性命安尼伫咧咧用心咧做，咧做供养的工作。好、啊，所以佛呢来行。来对众生供养的，当然呢，多数拢是注重这个真理的供养，就是讲用这个佛法来给众生教育，给众生明理，给众生卖作业、卖对乐，啊，彻底来给解脱众生，给伊来解脱生死。这是佛菩萨来人间帮助众生啊，该注重的就是法的供养。好、啊，那么咱众生对佛菩萨，也是讲。咱平平，咱啊，即个凡夫，咱要供养，咱嘛是会使啊。伫即个真理方面，即个法的供养，迄个方面下功夫。
啊，那么即下我讲讲将佛法介绍众生呢，这是一种诶法供养。啊，其实呢，啊，如果你若是讲啊介绍佛法，我都未晓一啦，我听会尔，啊，我要叫我讲，我讲无落来，啊，无可能哈、啊，因为听到遐，我若会当记掉了，我就足够诶啊，啊，我若会照安尼收起，我就足够诶。啊，如果你若认为安尼，那么你就安尼收，这也是对佛陀一种上介好诶供养。这叫做如法如法修行供养，普贤菩萨就是安尼做，啊，伊也劝众生安尼做，哈，啊，佛陀会讲出普贤菩萨是如法修行供养，因为这部经是佛陀讲的啊，啊，讲普贤菩萨是如法修行供养，啊，当然伊会牺牲生命财，啊，来甲供养众生，来救济众生，但是呢，普贤菩萨伊家己本身安怎咧做呢？如实修行，这是伊安尼啊，伊教佛陀教的这个法安尼的修行，依教奉行安尼的修，好、啊、用安尼真心的修行，安尼无去辜负佛祖，安尼的用安尼的供养佛祖，啊，所以咱嘛在学安尼，所以咱爱了解佛阿个菩萨因来世间是要创啥货？当然，啊，你若是冷静甲想起，你就会当了解，因是要来教咱修行。所以佛菩萨是要来世间教咱修行。啊，如果你若会当依照佛甲咱教的，或者是菩萨甲咱教的，安尼去修去做呢？啊，这会使讲你送予佛，也是送予菩萨上界好的礼物，啊。也就是讲，佛呢，伊本来就已经修行修到也无啥物贪伫咧啊，啊，伊也无稀罕你任何的即个物件，伊也袂爱你的花啦、你的钱啦、你的财产啦，吼、哦，你的遮任何物件，啊，啊，佛会使讲大慈大悲，啊，伊需要的就是你的，你会当得到解脱，伊希望你会当得到解脱，吼、哦，所以咱爱了解佛来出世的即个用意。就是要帮助你成佛啊！啊，如果你那是讲伊对伊所教伊教的这个佛法呢，啊是讲修行法门呢，你也无要接受啦，伊也无要听啦，伊也无要去实践啦，安尼啊，干那会晓讲哦，买一个花啊，买一个果啊，啊去拜伊啊，啊定定做这个工课，啊叫你修行，叫你去探真知。这平平嘛，平拢无要改，啊，干那会晓布施财，啊，做供养的工课，那安尼，你想佛会欢喜袂啦？吼、哦，吼、哦，所以以佛陀甲咱教的这个法呢，你落去修改，落去修定，落去修智慧，你能做到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自净其意。你把你内心的烦恼来尽量来甲净化掉。安尼你才能得到解脱啦，安尼才能符合佛的本意，因为佛来世间就是要甲咱教咱做这个工作，啊，你阁有安尼照安尼做，安尼会使讲佛的这目的达到，伊会起欢喜心。啊，所以如实修行重要，就是讲你会用的，你若会当依教奉行，依照佛陀所甲咱教的，安尼来做呢？甲应该修的行，甲修起，啊，这也是讲你对佛真好的一个供养，啊，啊，讲安尼应该恁会清楚哈、啊，这叫做真理供养，叫做法供养，啊，这是佛陀较注重的，伊较爱的物件啦，唔是爱你买遐物件去甲供养，哈、啊，你若会当安尼修，啊，佛也佫较欢喜，啊，第二就是讲利益众生供养。咱爱会好利益众生，在地藏本愿经内底有一段，这是第一第八品，啊，有一个鬼王叫做恶毒鬼王，伊就对世尊讲，哎，是伫个第二天的时阵，啊，佛陀咧讲这部地藏经的时阵，伊就伫遐发言啦，伊讲世尊啊，阮这鬼王吼，啊，阮真济哦，啊，阮这鬼类真济，啊，拢伫这个世间，伫这个阎浮提。有的鬼也是会去利益人，啊，有的鬼也是会去糟蹋人，哈、哦，伤害人啊，哦，这鬼类真侪鬼类，有的是会帮助人，啊，有的是会去糟蹋人、迫害人安尼。
啊，但是这鬼啊，这善的善的鬼啊呢，伊讲若看到有男子女人呢，受一丝丝的善事啊，啊，像他们很少的善事呢，或者是讲来用一个幡啊，一个盖来供养佛啊，供养三宝，或者是讲用一丝啊香啦，一丝啊花来供养佛像啊，啊，供养菩萨像，或者是讲因会晓做读经啦、烧香啦，啊，供养。啊，阮遮鬼王呢，阮就会对伊真尊重，就亲像对迄个过去或现在或未来或安尼较尊重。为虾米因安尼尊重？因为伊安尼做呢，从来哈，即个众生安尼已经在佛法内底种善根，总有一天依靠这个善根，啊，都继续发展落去，因会幸福啦。所以因就甲讲看。这不用的看讲啊，众生会晓安尼做呢，总是讲个幸福，伊就甲当作弥勒佛安尼打尊敬，安尼你甲尊重。所以啊，这个阿多贵王讲讲，因阿咧做善事呢，啊，做以上所讲遐善事，啊，我就会派这小鬼啦，啊，佮大力鬼啦、土地啦，啊，因来甲保护，唔通互因发生坏祸啦、啊恶病啦、坏病啦，啊种种不如意的代志。可以卖三星，就是讲这鬼王要来扶持修仙的人啊，吼，啊，无爱好这不如意的代志来，互因啊发生安尼。啊，这个鬼王讲这代志了，啊，佛陀就足欢喜的啊，吼，佛陀就甲鬼王娱乐啊，吼，讲你真认真安尼做，会晓安尼做，真好，吼，真好，吼，啊，恁会安尼做呢，吼，啊，我啊，甲这个我会派。这个梵王啊，甲地释来拥护你，哈、啊、因为这个鬼王啦、啊，这阎罗王啦、啊，会向来拥护这善良的众生，哈、啊，啊，这修行的众生，啊，佛陀就足欢喜啊。因为如果这修行的众生呐，当得到因安尼拥护，啊，佮继续修行，因真紧，啊，有可能这个善根一直成长，会当真紧的成就啊，哈、啊，会当真紧的啊成佛啦，啊，所以。伊会晓安尼甲拥护，啊，那么地释天主，佛陀讲伊要派梵王啦，吼、哦，就是世界的世界梵天的王，啊，甲要派地释天主来甲因保护安尼。伊讲恁会当安尼做，我会叫人甲恁保护，因为这个善鬼来保护善良的人，啊，恶鬼是要来迫害啊，啊，所以这个善鬼若无得，佮另外有人甲保护这个善鬼呢，伊会互恶鬼糟蹋啦，吼、哦。啊，我要迫害啊，你要来甲保护，啊，你咧看我安尼讲，咱讲唱反调安尼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伊会变到恶鬼来甲迫害，啊，所以这善良的鬼呢，一定爱有地释天主啊，甲这个梵王来甲保护安尼才会使。哦，所以佛陀啊，讲这句话呢。那么咱伫这地藏经这段文，咱就看出来，佛陀对众生是非常的关心哦。好、哦，所以佛陀对众生的关心，只要有人在去关心众生，安尼伊原来当去得佛陀的关心，啊个照顾。好、哦，所以啊，诸佛菩萨慈悲，哈、哦，拢注重伫迄个利他，帮助他，帮助众生。你安那如何，和众生得到利益，这是佛菩萨的这个。慈悲发心的重点，吼、哦，唔是为因家己做的哦，吼、哦，菩萨拢是安尼，所以咱来当学鬼王啊，还是学菩萨，咱尽量去帮助众生，去利益众生，这样个说讲，佛一定会真欢喜啊。所以利益众生呢，其实就是对佛啊，哈、啊，对菩萨真好的供养。好、哦，那么普贤菩萨就是拢知影这点啊，所以一直在去做利益众生，以此来供养佛陀。第三就是摄受众生供养，哈、哦，这个摄受众生，就是讲菩萨在做呢，拢行四摄法，菩萨在行菩萨道，拢行四摄法，啊，四种法用四种的法的方便来摄受众生，啊，把众生吸引来，啊、哦，就是讲吸引，菩萨为了要教育众生啊，啊，众生若唔对伊，哈、哦。众生若不来找菩萨，啊，菩萨就无对上堂个教育啊，爱来想办法，要安那个众生苦好话来，哦，这个业就是要个苦好话来，啊，要安那苦话来呢，一定爱想办法，爱有一点啊牺牲，啊，无就一点啊，让众生得到利益，安那一家会当把众生吸引话来安尼啊，
所以菩萨爱做四项工课，爱行四种业是众生的法。第一就是爱布施，第二是爱义，第三是利行，第四动事。爱布施予众生，你爱一丝仔甜甜头予众生吃就对了。你看这个人，啊，你若本来参你印象无介外，无够外好，啊，你就甲伊讲两句话来来娱乐，迄就是施爱义，哈。啊，你安尼个。甲包咧，甲学咧，啊，然后你着送一撮礼物，吼、哦，然后明仔你着摕撮互伊安尼，吼、哦，定定安尼亲近伊呢，到尾伊个心着拢向你啊，安尼，这就是要接受伊个心，啊，然后伊才要对你，伊才要亲近你，啊，你较会当发现伊个问题伫倒，伊个唔对个点伫倒，安尼你才有通啊，甲教育哦。吼、哦，所以菩萨爱做这工课，啊，利益众生，伊所做的呢，伊所做的行为，让对众生有帮助，啊，伊会报效众生，啊，甲众生讲好听话，吼、哦，啊，参众生做共款的工课，吼、哦，安尼较去亲近伊哦，吼、哦，伊伫遐扫涂骹，啊，你着挖去，啊，旁边等下扫涂骹，啊，伫远啊咧无闲啊，啊咧挂掉啊，啊，你着挖去来斗做一个安尼，啊，你嘛当用安尼来甲摄受，吼、哦，就是众生安尼。所以有一种活动呢，伊真劳力众生哦。哦，因兜若咧无闲啊，着去遐甲斗摒扫。因兜囡仔咧无人照顾，来来来，你坐啊，顾你无闲助理安尼。哦，安尼足够做人了着。安尼啊，做人做安尼真够做。啊，所以真个众生着拢会心向伫伊遐去，吼、哦，会使讲心拢互伊买收去。所以这是一种菩萨的摄众生的方法，布施、爱义、利行、动施，用这种四种的法，把众生把苦化来，然后再用佛法来给教育。啊，如果你来当学，而且菩萨用这四种的法来给摄受众生，啊，然后看众生的意愿是安怎样啊，安尼，啊，你来达到你教育的这个目的。啊，真正来帮助伊，互伊弃邪归正，互伊改恶向善，互伊来净化伊内心，互伊去来行善啊弃恶，安尼呢，这会使讲一种真好啊的功用啊。但是呢，大众受大众生苦受苦的功用，大众生受苦，众生的受苦啊，的时阵呢？啊，那如果那有慈悲菩萨，伊心会真艰苦，啊，啊，所以菩萨啊有一个愿呐，伊为什么发菩提心？伊就是不忍性德衰，不忍众生苦，所以才会引起大悲心，啊，才会这个说法都有情啊。所以菩萨就是安尼，看到众生咧艰苦呢，伊心就足痛。但亲像父母呐，看到囝啊咧艰苦。哦，心就足糟啊，足痛呢。哦，所以菩萨的慈悲心呢，实在是真伟大。伊不忍众生受苦，伊甘愿呢牺牲着伊家己个人啊，来救度众生。啊，之前我有甲咱介绍，那个佛陀过去曾经做国王的时阵，有一届迄、那个年冬拄啊好旷寒，十二年无雨水，所以地势无粮食啊。啊，王的金珠兵，伊就想个办法来救伊个海百姓。啊，伊就带伊个母仔阿强路去到一个山个所在。啊，当等因大家拢在佚佗个时阵，伊就伫遐发愿啊，发愿讲要来后生，吼、哦，就是后世要来变作一尾鱼啊，死了要变作一尾鱼啊，通个救伊遐百姓。吼、哦，所以伫迄个所在发愿了后呢，向十方佛发愿了后呢，伊就跳山啊自杀。死了，伊马上变买一尾真大尾鱼啊！啊，互迄个伊个国民食十二年哦，大家拢总无许枵死安尼。哦，这是菩萨大众生苦啊！哦，那么因为这菩萨会晓安尼做，大众生受苦，因为众生若无饭通去食，哦，会枵死安尼，足可怜的。哦，啊，这个所以迄个国王伊就是菩萨心肠，伊大众生受苦，伊一个牺牲啊做。全国国民吃一人济众生，未去受枵饥饿的痛苦，啊，未去受枵死的痛苦，所以伊爱来受众大众生
受苦呢？伊这款不只是会当这份功德会当降降福啊，嘛降众生，就是以上跟咱讲的讲利益众生，其实你就是用安尼咧降养众生，啊，用真理咧甲众生说法，也是你安尼如法修行，不但啊降养着佛，也降养着众生，哈，啊就是你摄受众生，我来你用真理咧甲教育，嘛是用真理咧甲降养。所以真来在咧讲啊，以上跟咱讲的这降养呢，都包含着降养佛，啊个降养着众啊，好、哦。重用着重用着众生安尼，啊，咱下面后一回再继续甲咱介绍这个法的重用吼，啊，咱来回向，愿以此功德，重用十方三世一切诸佛，愿生到世净土中，莲开即见诸尊勇，五体延生第二。世随弥勒缘尽中，南无东来哈僧弥勒尊分，南无大妙上菩萨，南无法华林菩萨。